46篇。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所以地虽改变，但水摇动到海心，其中的水最轰轰翻腾，山水因海涨而颤抖，我们也不害怕。有一道河，这河的分岔是神的城欢喜，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。人在其中，城必不动摇，到天一亮，神必帮助这城。外邦喧嚷，列国动摇，神发生地变龙化。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。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，看他使地怎样荒凉。他止息刀兵直到地极，他折弓断枪，把战车焚烧在火中。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，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，在遍地上也被尊崇。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。